张强，系咪有啲咁嘅事啊？你咁即系欺骗证人嘅啫，你知唔知咁样做系专业失德啊？张强，在座个个都系持股嘅合伙人，你有必要同佢哋解释清楚。你到底系咪讲大话？你系咪到而家都未揾到个证人？我手机入边就有呢个目击证人所录低嘅口供。 呢段口供係可以證明我哋嘅當事人喺糾纏過程中自衛傷人。郭生喺警察到場之前先行離開。起初佢因為同事嘅身份先唔肯出嚟作供。又憑一段唔知咩人講嘅錄音，我哋憑咩要相信佢就係當時嘅目擊證人？其實呢度唔係法庭，我哋亦都唔係控辯雙方，我哋係咪應該要窗口一次對外，唔好再拗落去啦？ 而家我哋最重要嘅就係點樣幫希素喺接任咗主席之後去贏佢第一場嘅官司。贏官司當然重要，但係都要贏得好睇睇。如果夾硬勉強打呢場官司，到時輸家唔止係希素，我哋在座咁多位股東都係輸家。你話你揾到證人，你話你手機入邊嗰段錄音係證人嘅口供，乜都係你話。 有冇人真係見過證人？Y.T，你見過未？Duncan Marble， 你哋見過未？冇人見過啊，係得張強你一個人見過。你話揾到10個證人又得，話揾到100個證人都得㗎啦。我見過嗰個男人。Hazel，你真係見過姓郭嗰個證人？ 我喺呢单 case 代表律师，我肯定见过证人啦。张强嗰段录音当时我都在场，郭先生同我哋讲过，为咗同证人嘅身份想保密，所以唔想其他人同佢接触。Hazel， 我知呢单官司对你嚟讲好重要，但如果你揾唔到新嘅证据、新嘅证人俾律政司，呢单官司你系输咗90%。如果而家收手，我哋大家仲可以一齐谂办法帮你去解决。 夾硬拖落去，到時就冇彎轉。轉咩 case？ 你覺得我講大話？我係公司嘅主席，我爹哋喺呢度嘅 founding partner， 我比大家都更加緊張呢單官司嘅輸贏。聽日我會約律政司嗰邊傾下當事人嘅控罪，我有十足嘅把握，佢哋一定會妥協。 Henry， 你坐16樓嘅，又係呢間房入邊最老資格嗰個。 我想聽下你意見。既然希素話佢好有把握，我哋冇理由唔信佢。咁呢張 case 大开眼界，估唔到咧夹埋张强讲大话嗰个系我好姊妹啊！头先啲嘢好假，张强讲大话咧就眼都唔眨嘅，你咧讲亲大话一秒钟眨几下，你冇咁渣啊！听日啊，主要上律政署同大家讲数，又冇证人又冇新证供，我都唔知点叫佢改控罪。咁仲有一日时间，可能张强揾到个证人翻嚟帮你啦。 我讲过唔会再信呢个男人啦，头先唔系念在佢啊，搞咁多嘢都系为咗帮我赢官司，我真系费事同佢讲大话。嗱，如果我系你啦，喺呢个时候就一定要捉实张强唔好放，因为只有佢先可以帮你过到呢一关。阿爸，你都跟过佢噶嘛？你过两招啦，我信你啊。嗱，同律政司讲数啦，其实好似同行街买嘢一样。 呢支唇膏值10蚊，你点可以令佢用8蚊卖俾你啊？
你就要话俾佢知道，佢手上面支唇膏只系值7蚊。我将个会唔该晒，我希望你考虑清楚，将欧阳伟嘅联络方法俾我。成件事先至可以有转机。我想同你讲两件事。第一，我喺个会度讲大话，唔系谂住帮你，而我有信心可以自己解决呢件事。第二，我系唔会犯法，亦都唔会容许当老人区任何一个员工咁做。OK， 你唔俾我见欧阳伟冇问题，但我哋可唔可以坐低商量一下，听日点样同律政司斟数 ？Daniel 系我前妻，我好清楚佢脾性。冇人比我更有機會可以講得服佢。唔需要啦，張律師。呢單 case 我想自己親自處理。你要記得我哋之前講過啲咩？如果我可以幫吳冠星推翻蓄意傷人呢條罪，你就唔可以再干涉我工作上所有嘢。我記得，不過呢個機會好微。我同你講 ，Henry 隻老鬼啊，信唔過嘅，長頭一株草，風吹兩邊倒。佢而家翹埋只腳，坐住副主席嘅位，睇下邊邊風大擺邊邊。呢啲咁嘅老油條，有時仲難搞過卓繼賢。佢唔同阿卓 Sir 啊，我哋 YT 佢哋唔一定會賣佢帳。總之由今日開始，你同班委員老鬼打好啲關係，有時爭一個人舉手就爭一票，會影響大局嘅。我知點做。通知保安啦，咁多 CCTV 一定影到边个做？唔使啊，我听日搵人洗翻干净得噶。你知道边个做啊 ？Sandy， 女人嘅嘢，如果你处理得唔好嘅话，佢哋有本事可以一铺清你袋。跟我车啊！睇我有份演出嘅《法证先锋录：幸存者的救赎》，而家喺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就有得睇啦！每日紧贴香港更新，快啲 download 呢个免费蓝色 app， 随时地煲新剧啦！